有个粉丝小姐姐邮了2箱镯子过来鉴定，真的是第一次有人邮这么多给我鉴定。哇，这个好沉，箱子很精致。里边还有，这姐姐家里要不就是个土豪，要不就是特别特别喜欢镯子的那种人。哎呦，喂。不好意思，小雪姐姐，太多了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老公他出去玩的时候，可能被那些这个导游那些人给忽悠了，给人家买了很多。我现在开了啊，你们看看，一扫过来就知道了，全是强酸浸泡过的，它上边都闪着那种蓝的荧光。这个是我自己的啊，没有什么现象是吧？那我再给你拿你自己的啊。连这个唯一一个，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真的的，一照也是假的。你不要扔，你扔什么呀？你就想，你老公起码在这个时段买的，如果放在2、3年以前，你家里没有这一个月20万收入的时候，他一个月只有2万的收入，他买了这么多，你才心塞呢。因为咱们亏不起，但现在你是亏得起的，对不对？可以承压的，你这样想就舒服多了。2、3，接着照。夜间的萤火虫，看到小野姐姐那个神情就已经知道了。来，全是假的这一箱，看下一个了。这箱是你闺蜜的是吧？